今日睇下食咩啊？今日系食卤肉饭，卤肉饭大家唔知道有冇食过？台湾人最中意食嘅，有段古嘅卤肉饭，因为以前咧嗰啲有啲地方穷咧，咁佢哋又好想食肉喎，但系就只可以买到啲猪肉嘅头头尾尾，所以咧其实呢啲都系一啲人哋唔食嗰啲。嗰啲肥膏啊、豬皮啊嗰啲，但系煮落咧係好好食。而家呢啲係台灣名菜嚟，我去真台灣最中意食呢啲，同埋米線啦、啊，遲啲煮米線俾大家。嗱、啊，今日做咗咩咧？今日做雞翼啦、啊，雞腿啊，唔好意思，係雞腿啊，老蛋啦、啊，另外梗係唔少得就係呢個黃牛白啦，一定要配菜啊！好，弟兄姊妹，我哋请起啦，我哋唱主在圣殿中。姐妹请坐啊！咁啊，好开心啊！又喺今日我哋崇拜又见到大家啦，即系好开心，又见到我一个月见一次，咁即系见多两次咧，我哋就一周年啦，系啦，好阿 Man 感谢主。呢、这个我哋嗰个宗旨就唔多重复啦。咁我哋都系遵行服侍为本啦，同埋我哋希望门徒皆祭司嘅。咁咧，我哋今日就好好噶，我哋一阵间嗰个商文都系关于爱嘅。咁我哋而家咧，我哋就请 Fiona 姊妹同我哋大唱我哋今日嘅圣诗啊！我哋一同赞。我哋唱诗之前咧，我哋一齐有个简单嘅祷告，我低头祷告。主耶稣，我哋赞美你咧，让我哋有咁美好嘅咁好嘅天气嚟到咧，你嘅圣殿咧去赞美你。天父，你咧圣殿公义嗰位，你咧做呢一个世界，你咧系要令到咧大海咧都因为你嘅爱咧。會翻起風浪，因為為著咧就係要讚美你。主耶穌，求你咧就係讓我哋一刻，我哋嘅心預備咧去開口嘅敬拜去讚美你。因為上帝你就係咧至高。尊貴嗰位，讓我哋呢一刻都用我哋嘅心靈誠實去敬拜。我哋唱呢首詩歌，至高尊貴的你。赞美你，至圣的主，满有圣洁公义。我仰望你，谦卑跪拜，因你极伟大和荣耀。我敬拜你，
圣洁的主，愿你的荣光要遍地，我渴望你空费荣美，愿国度权柄也都归你，尽领山处述说主的大爱，大海呼叫澎湃也为你喝彩，唯独你是在永在，因专属你，万国屈膝赞颂，至高尊贵的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是圣洁主，满有圣洁公义。我仰望你，谦卑跪拜，因你极伟大和荣耀。我哋敬拜你，圣洁嘅主。圣洁的主，愿你的荣光要遍地，我渴望你光辉荣美，愿国度权柄也都归你，连山川都要赞美你，令你山川述说主的大爱，大海呼叫澎湃也为你喝彩，唯独你昔在永在，唯独你昔在永在，我专属你，万国屈膝赞颂，至高尊贵的你，山川都要述说主嘅大爱，尽领山川述说主的大爱，大海呼叫澎湃也为你喝彩，唯独你昔在永在，我专属你，万国屈膝赞颂，至高尊贵的你。我哋咧有个简短嘅低头默想。耶稣系啊，连山川咧都要赞美你，大海咧都因着你嘅大爱咧都要好澎湃嘅卷起大浪，因为上帝嘅爱咧，即系让我哋见到天父你做呢个世界几咁靓。你为你钉在十字架上嗰份爱，系毫无保留牺牲嘅爱。主耶稣，求你让我哋学习喺这个信仰上面，点样咧去学习上帝你嗰种爱。爱好似好简单咁，但其实爱咧一啲都唔容易，因为上帝你话我哋爱咧唔系爱自己，而系要爱上帝，
我哋身邊嘅人，甚至咧我哋唔認識，甚至係我哋咧覺得我哋唔中意嘅。主耶穌，你讓我哋學習你犧牲嘅愛，我哋喺信仰上咧係扎根喺你嘅身上。佢咧讓唔認識你人都睇到上帝，我哋愛，因為上帝你先愛我哋。我哋同唱呢首詩歌，大家好熟悉嘅，我是不保留。上帝是世界爱活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重的我只在乎曾拥有，一刻刹那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老。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慈处的手，汗血在流反了爱没保留，始终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无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首先咧，嗰首歌出邊呢個畫面咧，我都覺得好有愛。
阿 Esther 咧，好安全、好靜咁樣咧，拖住媽咪隻手咧，咁喺度唱曬成兩首歌喎。呢一個咧都好有愛啊！呢個環節，阿 Man。咁咧，今日咧，我哋邊講到咧，就係阿 Tim 不手解決，多謝阿 Tim 啊！咁啊，一陣間再請你出嚟分享下呢首點解揀呢個編導啦。咁啊，來源係屬於 Light Church，Light Church。我記得印象中應該係第一次我哋 share 喺呢度嘅，哦第二次啦。OK， 好好，因為 Light Church 都係一個應該就係啦，上次應該都係阿佩兒同埋阿 Tim share 出嚟，好好，即係好年青嘅一個香港嘅教會啦，好紅啦。而今次我哋嗰個編導嘅內容咧就係人若然忘記了愛啦，跟住點啊？跟住就忙著和時間比賽啦，咁就係。真係好忙嘅，咁啊忙到好似個愛都唔係好記得。咁今堂道咧都可以挑戰下大家咧，因為佢都幾長下嘅。因為我見得到，哇！喺成個十三章《哥林多前書》十三章成章講喎，通常都係幾節噶嘛。今次係成章講，雖然都係唔算好多，咁但係其實都今堂道嘅內容好豐富啦。雖然都會係有啲長嘅，但係大家都唔會覺得佢真係好長，因為入面嗰個內容好豐富，個節奏亦都好好。咁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求主帶領啦，求主俾我哋一個智慧，可以領受到今堂道主想我哋知道嘅嘢啦。咁我哋就開始，而家係講到分享嘅時候啦。咁但係之前咧，我哋都歡迎我哋有位新朋友喺我哋當中今日 ，Vince。你好，大家應該都見過 Vince 嘅，有印象嘅。我哋喺一次植樹嗰、那個，即係係啦個 event 嗰度 ，Vince 又嚟參加嘅，咁啊好開心啦。今日 Vince 又嚟我哋教會第一次嚟，第一次朋友咧要做啲嘢嘅，就係要冇乜嘢，要趕五分鐘。唔係，我哋有個 QR code 改咗我哋啊 Raven 叮囑嗰度，中間有一個新朋友嘅 QR code。有個 Google Form 嘅，咁有啲問題都想我哋知道下大家嘅 feedback 啦。咁如果可以嘅話，就 scan 我哋個中間嗰個新朋友個 QR code 啦。當然我哋其實仲有個 WhatsApp 群組，我唔知邊上喺入邊嘅，第三個最低嗰、那個。咁你如果有係啦，都可以 scan 埋翻俾我，咁就會喺嗰個 WhatsApp group 入邊去我哋即係得閒傾下偈咯，咁樣分享下資訊咯。或者有第二次植樹，或者植第二啲嘢，咁一齊食咯，係啦。咁咧，同埋我哋大家食飯都係。今次嚟嗱，我哋都我哋會揀選一啲我哋嘅有感動嘅講道啦。咁今堂佢話係阿天揀出嚟啦。咁我哋當然都會有我哋牧師會有我哋嗰、那個講道嘅時間機會嘅。咁我哋通常就講完道之後，聽完道，我哋都會有啲小組咁樣即係分享翻嘅，我哋一啲回應啦。咁就我就好下一個回應，我覺得阿牧師即係頭先嗰個講緊牧師好犀利，即係佢點解講五十分鐘嘢都係講咁快，即係仲要咧，我嘗試用 1.25 去聽係聽唔到嘅，所以頭先嗰個係真係正常一倍速嚟嘅，但係真係所以係都好好嘅呢邊度。咁我哋就請阿 Tim 出嚟幫我哋分享下點解會揀選咗呢邊度俾我哋啦。好，我分享先啦，就。點解揀呢篇道咧？我覺得好豐富啊！呢、這個內容講關於愛嘅，即係個原因，點解你要愛啊？點樣去愛？愛嘅內容係啲咩啊？我覺得好豐富、好完整啊！所以我好想即係大家都可以有即係一個温習啦，或者有再即係進一步認識啦，或者提醒啦咁樣嘅。咁我想分享一點啊，就係、是。即係嗰個咁多內容裏邊最即係影響到我咧，係即係最尾嗰點，佢講到愛愛是永不止息，個意思即係其實愛係可以帶到去永恆當中咯。即係主再翻到嚟咧，其實嗰個愛咧仍然係繼續喺度，繼續長存嘅。我哋即係我自己一路喺度諗咧，即係我哋基督徒而家係客旅人生啦，我哋喺度。好似生活啊，做嘢啊，喺教會嗰度服侍啊，
到主再翻翻嚟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嘢，即係其實呢啲嘢都會過去嘅，好多我哋建立嗰啲嘢咧，都好似帶唔到過去咁樣咯。但係聽完場道之後咧，再一次提醒我咧，其實愛呢樣嘢咧係可以過渡得到嘅喎，即係呢個係可以帶到去永恆當中。所以呢一點咧係好即係幫到我點樣去再有呢個動力去學習去實踐愛咯，即係愛係要。即係忍受呢個長期痛苦，又要憐憫，係好困難嘅。我頭先牧師講好多唔同嘅應用方法啊，好多實踐嘅方法啊，係好唔容易嘅。即係基督徒係好需要學習，但係又好難去做得到。即係我覺得呢一點係好提醒到我，就係哇呢樣嘢係可以帶得走嘅。即係我哋而家做好多嘢，好似都～係即係帶唔走，好似係即係享受個過程咁樣啦嚇。但係呢一樣嘢係可以好似實在一啲可以帶得走嘅嘢咯，即係令到我有即係多一啲嘅動力去實踐，可以到主再嚟嘅時候咧，可以帶埋一齊走。呢個就我嘅分享啦。嗯。係啦。即係我都係好提醒啊！即係恩賜又好啊，或者其他即係在地嘅嘢都好啊，都係短暫啦。咁啊，只係愛啦，即係永恆啦。呢個好提醒啦。咁仲有冇其他朋友？我哋教友想分享一下，係啊，好冇？有冇其他教友想分享嘅？不如係咪第一次聽？哦，因為有冇嘢要分享？嗯。首先，我估佢頭先講嗰個忍受都有部分可能係我嘅，不過應該唔係全部，絕對冇嘅，冇錯，係啦。但係咧，我反而頭先即係聽到嘅時候咧，佢話啊，有時你都好想碾死一個人啊，咁我就諗啊，我會想碾死邊個人咧？其實可能我每日都好想碾死我啲仔嘅咁，冇咁大聲，因為驚佢哋聽到我講太大聲，咁咧。但係咧，佢就提醒，唔係同埋我，即係我相信唔係淨係一個我想嘅 ，Emily 應該都想嘅。咁所以即係有時咧，同佢喺度即係傾偈嘅時候，都會諗啊，即係你愛一個人咧，你其實我覺得就係你愛到佢，即係你愛對方係愛到，就算你想碾死佢，你都仍然要愛啊。即係你愛，而家講緊唔係淨愛你個仔係咁喎，但係而家係講你愛其他人都係咁喎，即係咁，我覺得係即係好大嘅挑戰啊！因為你諗下，我對住個仔都覺得咁咯，咁何況即係其他冇血緣關係嘅人咧咁樣。咁但係即係頭先講，但係呢樣嘢係即係基督裡面係真係最重要咯。咁所以就算好難。都是要繼續努力去學習，繼續去即實踐咁樣咯。嗯。嗯，好啊。所以我咪頭先咪講咗頭先啊 ，Yona call 只 Esther 嗰只手唱歌嘅畫面，好有愛嘅，的確好有愛。點解有冇朋友想分享啊？有人提到你個名，你分享下。係冇錯，都係人有，佢都係人有忍耐。係冇錯，即係阿佩兒，我哋兩個共勉之嚇。我哋兩個第日有咩即係對住啲仔女有咩信咧？要信咧，其實我覺得都要嘅，即係因為我哋對佢有愛啊嘛。咁我哋去忍耐啊嘛。咁但係我哋唔係聖人嚟噶嘛。咁我哋忍耐咗咁耐，咁我梗係要放下啲氣出嚟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啦，即係第日大家有需要咧，可以亦有個呢個家長組咧，大家喺度咧互相信下，大家互相鼓勵下，因為咧即係唔係就你哋，但係應該大家都好快。但係係啦，嚟緊呢個年紀咧，開頭即係一個風暴咧，大家都好快會感受到。但係我會咁樣諗啦，即係經歷咗咁耐之後，我一路都有即係令自己點樣可以calm down，一路都同自己喺度諗緊一個。好有即係好有道理嘅一個解釋咧，就係覺得即係細路仔咧，佢由一出生咧就好似你啱啱去開學咁樣啦。咁你佢哋一路長大，你一路咁樣喺度學習嘢啦，開頭一路學知識啦，醫學知識啦，育兒知識啦，
啊，仲有其他嘢啦，咩學校學校，咁你學到佢哋去小學嘅時候，就開始學關於教育嘅知識啦。咁嗰、那個年即係嗰個階段咧，其實開頭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好辛苦，但係其實我覺得原來睇翻轉頭呢啲階段其實都仲未係最辛苦最大鑊嘅，最大鑊就應該係佢哋呢個青春期。咁去到青春期之後咧，咁我覺得如果你即係過完呢一關之後咧，我覺得真係畢業啦，真係畢業噶啦，即係好似你參加長馬拉松咁樣，你跑去即係一百米，唔好講長期啦，講一百米嗰啲跑步速度啦，即係你一開頭一路參賽一路跑，跟住一路去到最撚尾終點，見到就嚟終點啦，衝啦！我就嚟見到終點，衝埋呢條線咧，我就得噶啦。覺得而家呢個時期，我就咁樣安慰自己，忍埋佢，我衝埋佢，我衝完咧，我就可以咧攞冠軍咁樣。係啊，就係咁啊。哦，好啊，不過咧，補底一句咧，即係我哋個大女其實充完嘅，咁最後屘係有 reward 嘅，即係個關係咧係更加好咗好多，係經歷有經歷就有得著嘅。我係想講我都覺得我哋點講咧，即係愛係即係上帝教我哋去點愛咧，但係譬如好似講喺即係小朋友嗰度。頭先我覺得培元都講得好啱，既然呢個係我哋嘅小朋友，我哋要愛佢哋，即係我哋都冇得揀，一定要愛佢哋。更何況啲我哋甚至可能好嬲有憎嘅人，我哋都要愛佢哋係真係好難。但係我覺得我哋做唔到嘅時候，就要求上帝咯，因為我都會有軟弱成日都想，就都會有原因，但係我覺得求上帝就會俾咯，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就係咯，我哋都唔係聖人，但係我哋有咩不足嘅時候，記得就係我哋無力，就係唯有求上帝幫助。上帝就會給一個好好的回應給我們，還有上帝在各個經歷裡面是給一個好一場功課，讓你更加去學識依靠。好好好愛是恆久忍耐都好感同身受嘅，因為有好多時咧就係、是你去愛一個人啦，特別即係最多關係嘅就係即係屋企嘅人啦，譬如小朋友啦，咁我仔都係青春期嘅，咁亦都我都好渴求咧，即係喺呢段時間可以衝到去終點，即係跟住然之後睇到回報。咁但係咧，有好多時咧，我發覺係都真係艱難嘅，即係唔好話對其他人先啦，就算你對屋企嘅身邊嘅人都好啦，都係有時你會係付出咗好多努力、好多愛，咁即係 in return 咧，未必即時有一個愛嘅回應啦，咁你會好 discourage 嘅。咁但係問題咧，金堂道咧令到我有一個好新嘅即係叫做諗法啦，或者係一個 refreshment 啦，就係話其實係愛係愛係你去對其他人，唔係對自己嘅。所以喺程度上咧，有時你會去付出嘅時候咧，你都會想有一啲收穫。咁但係咧，未必真係會有喎。有時，但係未必即時會有喎。咁呢個計劃咧，其實可能就唔係喺我哋嘅計劃當中。是在神的計劃當中，其實當中可能是一個訓練啦，俾到我哋一個教導啦，去點樣去愛，因為愛有其實就是付出啊嘛，對其他人啊嘛。咁呢點我在呢堂道裏邊咧，係即係攞到嗰個重點咧，去到喺嗰個日常嗰個 practice 裏邊咧，係 practice 再 practice 嚇，即係唔好話係 discourage。咁呢個咧，我覺得係好重要咯。咁至於就係愛係帶到去永恆啦。咁呢堂道咧係耳目一新嘅，
因為好少咧，就係話愛章裏邊咧係拆解到咁細啊，即係我係未聽過一堂道咧係咁仔細啊，咁仲有一個後生咁後生嘅牧者咧，我覺得係好難能可貴咯，我即係好有感受對呢堂道，我會再聽呢堂道添，佢翻到去。係，多謝阿天。係，我都覺得聽多幾次。即係多謝阿天，即係揀到呢堂道真係好好。冇錯。同埋咁 young church 咧，揾到一個咁好嘅傳道人，佢係你噶嘛，嘉賓嚟。Yeah， 係，大家咁話。Yeah，OK。Vince 有冇想分享下？誒，好似有喎。尷尬。哦，咁緊，下次。唔使，冇壓力嘅，冇壓力嘅。有冇其他弟兄姊妹分享？我都分享少少，即係愛是能夠忍耐啦。咁我相信呢個世界除咗我太太，當然其中一個啦。同埋咧，我相信天父係對我都係好能夠忍耐，所以我哋成日都贖罪啊、犯錯啊，跟住又再繼續犯錯啊，天父都好忍我哋。咁啊，天父已經第一個咧。就即係實行，即係佢以身作則去示範咩叫恆久忍耐嘅呢種愛。咁啊，我成篇度好豐富啦，但係我好中意呢啲咁嘅食字 gag 嘅，即係呢一句咧好入到我心啊。而呢一句正正咧就好似阿 Eddie 頭先咁講話，成日要提醒自己咧，呢句真係好好嘅，即係 Jesus first, others second, yourself last， 咁先至真係有個 joy。咁我自己真係成日覺得我哋或者我啦，我就講一講我啦，成日調翻轉嘅，即係成日都 UOY UOJ 嘅，係啊，咁咧就係唔啱嘅啊。咁呢一句咧就係一個好簡單，即係點樣即係得到個 joy 咧？呢一個真係好 practical。咁啊，就係當然我都中意啲食字啊，我又話再揾多啲食字嘢啦。咁就係呢個咧 ，For shaking all I trust him， 即係我哋個 faith。positive energy and Christ and grace 係啦，我哋先至會有 peace 啦，係啦。跟住就當然唔可以少咗個 love 啦，係咪 ？Living our value every day 啦，即係 God's value 啦。呢幾個都好好，咁當然我哋揾幾個嚟記住咧，可以等我哋日常可以勉勵下自己啊。咁啊，呢幾個都係同我哋嗰、那個雖然我知有關啦，但自己一個咧都係好中意嘅。大家記住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就係 family， 係啦。呢幾個係啦，簡單少少 share 俾大家啦。咁我哋就今天就真係好好，多謝阿天再一次，咁真係值得聽，一聽再聽嘅，真係好好。咁我哋更加一個，我哋回應翻金堂道嘅，我哋有好好嘅歌聲。我哋去一個詩歌嘅回應啦，用詩歌一齊唱一次。我哋一齊唱呢首詩歌。呢首歌回應翻邊度？入面個歌詞都講到咧，冇咗愛咧，其實就係呢樣嘢係有好多嘅花花白白嘅樣。
我哋請阿 Eddie 我哋分享一下關於我哋嗰個 Life Coach 嘅課程。好啊，我哋簡短啲。Life Coach 生命導師課程咧，我哋8月31日咧就開始噶啦。咁就嗰個地點咧就喺 Cosmic 教會嘅，咁喺東面嘅，會少少啦。我諗應該大概50分鐘車程到啦。咁亦都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啦。咁就因為咧今個月8月28日咧就係 cut off time。咁因為今日咧我哋嗰個 PowerPoint 冇嗰個QR code 啦，或者係啲link啊，去俾大家入去咧去報名嘅。咁大家如果係需要報名嘅時候咧，可以text message 俾我，咁我就再 send 翻 link 俾大家入去個Google Form 度去報名登記翻。咁我哋都安排卡布嘅。咁大家如果係有需要嘅時候咧，咁我可以即係做少少做上平台。咁簡單嘅報告。text message Eddie 咧，咁大家有冇 Eddie 嘅 contact 咧，就可以掃翻第三個 QR code 喺個群組入邊咧，亦都可以揾到 Eddie 噶啦。係大家好啊，咁今次就同 Alice 就第一次帶主日學，Alice 帶過我先，我第一次就我哋帶啦。係啦，咁啊 Daniel 幫手啦，咁玩呼啦圈遊戲啦，咁點解玩呼啦圈咧？因為我女叻啲，咁佢真係好勁喎，玩呼啦圈就係啦。不過呢個遊戲大家係可以學到呢個團隊精神嘅，咁我有啲片
大家才可以看啦。係啦，咁啊睇咗兩個故事，就係、是、主耶穌第一個神蹟就由水變酒啦，另外一個就係、是、第一次見 Peter 就叫 Peter 跟隨佢啦。咁都問到啲問題嘅啲小朋友都係好興奮，答得好快啊！訓練有數啊 ，Stephen， 其實係因為有獎品，係啦，咁係啦，以後都一個月都會帶一次嘅，咁啊俾阿 Stephen 可以做下主席，放下手係嘛，咁係啦。好阿 Man， 感謝主啦，係啦，有唔同人同小朋友玩係好好嘅，咁咧我哋就。後面就是白土事項啦，我們有六項的，都今次比較多，不過我們的主是信實的嘛，我們也都很願意我們去將我們的事交託給主，就包括是第一樣呢，當然我們會第一樣都是繼續的啦，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同工加入啦，也都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啦，新朋友啦，特別好希望一啲未認識、真係未認識主、未相信主嘅朋友可以嚟到我哋當中啦，同我哋一齊去經歷啦，去即係認識主同埋跟從主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是、繼續保守我哋喺十月嚟緊呢個十月，即係見到我兩次啦。咁就係希望我哋嗰個註冊嗰、那個教會嘅註冊係順利啦。咁呢一個係一個我哋係個人都未做過嘅一樣咁嘅經歷咧。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神給我們的一個任務啦、挑戰啦，就是讓我們好好地學習啦，應該用學習為之最好的，去學習怎樣去更加願意去相信去跟從啦。咁啊，第三個呢就是感恩啦，就主是可以是一路咁樣係幫阿漢青啦、Wes 加力，咁啊求主繼續同佢加力。讓他可以在那個新的工作上適應，還有就讓他可以在工作裡面可以體驗到，或者是即更加可以學習到對自己明白多些自己，還有對自己更加多些信心。那啊，第四樣呢就是我們剛才阿 Raymond 就是我們這個我們教會的家庭教會的家，那這裡家裡流水咁啊，係啊，漏到好彩又漏唔到落嚟呢度。Anyway， 因為其實都知道舊年都有呢個問題嘅一路嘅，咁就未知而家係咩情況啦。咁就可以一陣間同佢再了解一下 detail 嘅。不過就真係希望可以今次可以真係可以即係揾到個原因，或者係維修得一個即係揾到一個好嘅幫手，維修到我哋呢一個嘅教會個實體個教會啦。咁啊，第五個咧就真係好希望即係。求主，我們很希望求主可以保守我們的年輕人或者小朋友的身心靈，大家剛才很多分享都是出於爸爸媽媽的經驗啦、經歷啦、的辛酸啦，但是其實就是不同小朋友有他們自己的挑戰啦、的困難啦，那就特別為 Hannes 的身體啦、Eden嘅而家嘅心情啦，去希望可以理解到妹妹嘅辛苦啦，爹哋媽咪嘅辛苦啦，同埋 Esther 啦 ，Esther 希望佢有好好嘅醫治啦，有好好嘅遇到一個好好嘅服務啦，assessment 啦，咁就唔單止其實呢三個噶，仲有好多噶，譬如Isaac 又好啦，或者其他上高唔同嘅小朋友啦。咁就希望主可以我哋信賴主，我哋交託我哋嘅小朋友俾主。其實我哋在地咧，作為父母都係，我有聽過咧，都係主將唔同嘅小朋友交俾我哋喺在地託管嘅，即係大家都係我哋天父嘅兒女咧。咁所以希望主可以可以保守佢哋，亦都可以加力俾佢哋嘅家長啦。咁啊，可以頭先。大家都知道那個挑戰是當然有些比較後生的朋友未去到這個階段沒經歷啦，但是就希望現在我們各個弟兄姊妹特別是家長的可以在主可以給到他有力量可以去繼續的堅持愛是恆久忍耐嘛，
咁啊，最後咧，我哋都有繼續希望保守啦，特別我哋弟兄 Coleman 啦，咁就佢將會新生嘅小朋友嘅未來嘅 BB 喺十月會出世嘅，咁就每一次嘅預產都係好開心，同時亦都係會有風險啦。咁當然希望所有嘅嘢順利，即係希望可以求主大大咁樣保守佢哋嘅屋企人。呢段時間亦都係唔容易嘅，咁希望大大保守佢哋，加力俾佢哋。咁啊，好啦，咁弟兄姊妹，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啊！慈愛嘅天父吧，感謝你，感謝你今日可以將個人帶到嚟我哋嘅教會當中。感謝你今日大家都領受到一堂好好嘅一個道，咁係一個重新。我哋可以知道提醒，亦都有一啲我哋可能未認識好深嘅，今日呢篇道都俾到我哋一個好好嘅信息。阿門。咁我哋亦都更加明白到乜嘢係愛，點樣去愛，同埋點解要愛。我哋作為基督徒，都一路一路去相信，去追求信望愛。今日亦都去提醒一個愛係最大嘅，我哋。要靠著主繼續去加力，我哋願意，我哋將 Jesus 放喺第一位，其他人第二位，自己係要好謙卑咁樣去獻上，就好似主耶穌基督一樣。希望我哋可以喺我哋嘅我哋嘅生活當中，可以做到，我哋可以發揮到，我哋學習到愛啊，我哋可以做到主耶穌基督的鹽同光，求你可以保守我們，求你看顧我們，帶領我們，求主帶領我們這個教會，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同工加入，也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通過我們的家庭教會認識到你，也是求你可以保守我們，在我們接下來三個月後，我們在十月份的計劃成立的教會是一個一切事情的順利，我們繼續去做，我們不單單只是做一個 doing 的動作，我們要有我們的 being， 我們其實最重要就是我們要去服侍主，不是因為我們想告訴人我們服侍主，是因為我們真的去願意去做，我們願意學習主的愛，也希望將這個愛可以去感受感染到給其他的人。繼續求你繼續保守漢青弟兄，在他的工作上高，求你可以看顧他，可以去讓他可以有信心有智慧去面對將來有機會發生的挑戰，亦都可以讓他可以通過這個工作的經歷工作的經驗，可以令到他在以後的事情上處理人身上都有一個好好的扎根，好好的信心，求你繼續的保守。求你保守我們這個教會，我們這個教會的教堂，我們這個教堂即是 Women 的家，我們很感恩 Women 願意將她家裡獻上作為我們主日學崇拜，主日的崇拜的一個教會，但是她間屋都一直都有漏水的問題，相信已經超過一年兩年的時間，求你可以在今次可以給到他一個很好的一個處理的方法和處理的幫手，可以收葺到天父的殿，我們家庭教會的家，都將這件事交託給你。繼續我們要交託在教會眾人的小朋友，希望主耶穌基督繼續可以保守他們的身體身心靈，特別為了Hannes 的肚子不舒服，希望他得到適當的醫治，也希望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將Hannes 的身體交託給你，也都再將Eden 和 Esther 兩兄妹都繼續交託給你，希望Esther 他可以有得到一個好好的治療的 program， 可以好好一個好好的護理，好好的 assessment，
希望佢繼續一路長大嘅時候，可以去一個好主係繼續喺佢當中，係可以喺佢嗰個成長裏邊去經歷唔同，會將會有機會經歷唔同嘅挑戰，都希望主可以俾到平安佢，加到力俾佢。亦都希望可以保守Eden 啦，喺佢喺呢件事上，希望係一個學習啦，希望佢可以亦都可以喺一個覺得唔開心嘅情況之下，可以理解啦，可以學習啦，可以更加學習到體諒啦，學習到愛啊，學習到愛妹妹啦，學習到愛爹哋媽咪啦，因為爹哋媽咪要照顧兩位小朋友唔容易啊。咁當然亦都包括所有唔同嘅爹哋媽咪啦。咁就我哋都係在地上，神將唔同嘅小朋友托管喺我哋嘅手裏邊，求你加力俾我哋，求你加力俾我哋喺我哋遇到唔同嘅挑戰入邊。我哋成日都會有時會覺得好攰啊，好嬲啊，好氣餒啊，好想放棄啊，冇辦法啊，好無助，好無力啊。咁正正喺呢個時候，我哋要記得有主喺度啊，我哋要相信主啊，我哋主嘅信實啊，我哋願意相信啊，我哋會當我哋有呢個辛苦，我哋有攰嘅時候，我哋會交俾主，我哋相信主嘅計劃，相信主嘅帶領。最後求你保守Coleman 同埋Karen將會出世嘅小朋友喺佢嚟緊仲有兩三個月嘅時間，求你可以好好咁樣看顧佢哋，特別佢哋要照顧已經有兩位小朋友要照顧嘅時候，佢一樣係經歷緊頭先剛才咁多個爹哋媽咪所經歷咁辛苦嘅事，咁而家仲會嚟緊，仲會有新 BB 嘅出生，求你好好咁樣照顧佢哋，看顧佢哋希望你繼續保守各人。簡單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好，咁啊，弟兄姊妹請起立啦，我哋唱三一組。讚美真神萬福之家，世上萬民讚美主人，天使天君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门，我哋依然站立，我哋领受神话语嘅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嘅同在、上帝嘅恩典、圣灵嘅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